其实我都系赞美你，多谢咧，你咧系我哋嘅磐石，无论咧环境几咁艰难都好，你仍然坐着为王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哋要赞美你，因为你配得我赞美，哈利路亚。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是应当称颂的，你教导我的手真正。造他我的指头大战，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是应当称颂的。你赐给我智慧谋略，造他我心坚定与你再次宣告，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是应当称颂的。你想到我的手真正，造他我的指头大战，耶和华我是应当称颂的，你赐给我智慧谋略，找到我心坚定于你。神啊，我要向你唱新歌，我慈爱的主，你是我的山寨，我的高台。神啊，我要向你唱新歌，颂我的救主，你是我。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是应当称颂的。你找到我的手真正，找到我的指头大张。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是应当称颂的。你赐给我智慧谋略，找到我心坚定于你。神啊，我要向你唱新歌，我挚爱的主，你是我的山寨，我的高台。神啊，我要向你弹琴歌，颂我的救主，你是我的盾牌，你是我我上头高的主。起来拍手。称颂的，你教导我的手真正，教导我的指头大战。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是应当称颂的。你是给我智慧谋略，教导我心坚定于你。神啊，我要向你唱新歌，我挚爱的主，你是我的山寨。是我的山寨，我的高台。神啊，我要向你唱情歌，颂我的救主，你是我的盾牌，你是我我所投靠的主，你是我，你是我我所投靠的主，你是我，主再次宣告的是我，你是我我所投靠的主。哈利路亚，你将掌声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我赞美你，赞美你，我赞美你，你是我们的磐石，我赞美你是我们的保护。无论环境怎样，神啊，我们都不需要惧怕，我们都不需要惧怕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，是我们的保护。神啊，求你来，
无论我们身处在哪一个地方，求你充满，求你的平安充满，让我们每一个看见你，看见你就有平安，让我们看见你，哈利路亚。在你眼前。
是我们的安息，在你眼前蒙恩。我要看见，我要看见，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。我要看见，我要看见，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。配得一切的颂赞，
荣耀、尊贵、能力还有爱戴。主，我们欢迎你，在香港艰难的日子，我们欢迎你在香港掌权作王，我们欢迎你荣耀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欢迎你，因为你是让咒诅变为祝福的神。神，我们欢迎你，因为你是让不可能在你的手中成为可能的神。主，我们欢迎你，香港因为有你，香港不再一样，香港因为有你，香港要变为喜乐之城，香港因为有你要变为盼望得胜丰盛满有生命之城。耶稣，我们欢迎你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因为你在我们当中。这是我邀请线上跟我们一起崇拜的弟兄姐妹，好不好？你也预备圣餐，因为今天是我们的圣餐主日，我们要一起在主的宝座前来思想神对我们的爱，神对我们的恩典，还有神对我们的救赎。我也请司餐的同工可以把饼杯发下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万物都一同的叹息还有劳苦。其实在瘟疫的日子里面，很多人都不容易，但是神说，孩子，我与你同在，我与你同在，我与你同在，因为我是将盼望赐给你的，我是将喜乐赐给你的。在线上有一些弟兄姐妹，你在恐惧、绝望，甚至于你面临很大很大经济的压力，你觉得你走不下去。但是今天当我们一起来到神的宝座前，神要我告诉你，盼望，盼望，盼望，忍耐，等候，瘟疫必要快快的过去，我要再一次将喜乐、平安、盼望、丰盛赐给你。这次我来到你面前，为这饼、为这杯来祝谢。父啊，谢谢你，因为这饼预表你的身体，因为这杯的血，血代表你的宝血，代表你的救赎，代表你的医治。神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是好神。谢谢你，因为有你的身体，有你的宝血，我们才能够被买赎。谢谢你，因你为我们成就的一切，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。谢谢你，因为你，我们能够在患难的日子里面满有盼望。主，我们把荣耀归给你。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擘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以后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主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是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，以后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主，谢谢你身体为我们擘开，谢谢你宝血为我们而流。我邀请线上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领受耶稣的身体跟耶稣宝血的时候，我们把我们的不容易，把我们的恐惧，把我们的艰难，甚至有些人在这个艰难的日子里面你失眠的，我们把这些都带到主的宝座前，宣告在主的救赎里面我们满有盼望，在主的救赎里面我们与主的生命再一次紧紧的连结。耶稣的喜乐、耶稣的平安、耶稣的得胜都要成为我们的。我们一起开口同声为自己来祷告。耶稣，谢谢你，耶稣赞美你，主，谢谢你在患难日子里面你使我们满有盼望，主，谢谢你是使我们得胜的那一位，主，我们宣告你的得胜跟掌权。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主，谢谢主，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的话语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主，我谢谢你，你的话语安定在天，永不改变。主啊，当我们在你的宝座前来领受饼和杯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所有人都带着信心一起来领受。主啊，我们就奉你的名来宣告，主啊，你的救赎要大大的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极大的功效。主啊，你不但将永生赐给我们，你要将丰盛赐给我们，一切的瘟疫，一切的恐惧，一切的失眠，一切
的慢性疾病，一切的绝望，一切的忧伤，奉主名宣告，要因耶稣的饼和杯要在我们的当中完全的被粉碎，完全的被粉碎，替代的是平安、喜乐、得胜、丰盛、盼望，还有能力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用感恩的心，我也邀请线上弟兄姐妹，我们用感恩的心一起来领受耶稣的身体，耶稣的宝血。无论我们的环境多艰难，我们都知道你掌权。耶稣，你在香港掌权，你在全地掌权，让万物都来敬拜你，都服在你的管治之下。主，你一定将平安赐给我们，因为有耶稣，我们心中大有平安。主，你将这个平安，将盼望赐给每一个敬拜你的，听我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